给大家欣赏一下今天的新作品石头画。这个石头是背面是天然的纹路，超级的好看。来，今天画的是马到成功，觉得画的好的点个赞哦，谢谢你们。背面还写着字呢，给你们瞧瞧背面。哎呀，这个如果是顺利的话，也超级的高大上。马到成功，这个是我的签名，红红。现在准备喝个小酒喽。叫了外卖，黄焖炸鱼，空心菜，老样子，喝点白的。现在晚上10点多了，这个点喝起来最舒服了，喝的差不多就睡觉了。到处来闻一下，特别好闻。哎，敬你们一下，好久没吃空心菜了。好吃，我叫外卖的。都是这家店叫的，他烧的菜都超级好吃，符合我的口味。炸鱼，炸鱼下酒也很非常的不错，也不知道这什么鱼，我也不叫不来这炸鱼。圆圆的、胖胖的，又不像鳗鱼。这叫什么鱼？你们知道吗？但是它不是鳗鱼，鳗鱼是不知道，长得有点像鳗鱼。它菜煮得很入味啊的，我晚上吃了一大碗面条，所以说。不止不饿，朋友们，你们随意啊。回味一下，很多网友说一个人喝酒什么意思？有没有人跟我一样喜欢一个人喝酒的？我就喜欢一个人喝一下，简单方便。来，这一点点干了，一杯是天，两杯是地，三杯是个好兄弟。先一杯先干了哦，等一下来第二杯。叫什么名字呢？我不知道，从小海边长大的，我真的很多鱼的名字我都不会叫。我发现我这个脑子，我除了会画画，我觉得我脑子很不好用的，记性很差的，所以说我读书也不会读。我如果会读书，我肯定是美术老师的。成绩太差了，从小到大就喜欢画画。
里面葱姜蒜倒很好吃，葱姜蒜也很好吃，它这个味道煮的太入味了。朋友们，这里干了，这个视频就结束了，我要自己慢慢吃菜。